拖挂式房车，卧室上面是储物格，床头也有储物格，这是窗户，这是一个大通铺吧，一个类似于 queen size， 这边还有一个衣柜，这个卧室空间很大。国内装修说的那个就大多了，这是那，这是带浴池的，一小的浴池卫生间，这卫生间一点都不局促，跟咱们那边间没差多少，足够了。这是客厅，客厅非常大，沙发口还有一个取暖的，看那儿，这是一个取暖的，这应该是用电或者用气儿的吧。这是微波炉，燃气灶，包括抽烟机，冰箱。这是厨房的储物空间，非常大，客厅也非常宽敞，跟家里边差不多，一室一厅。